又是崭新的一天。有人在睡觉，睡着了，刚刚下课，很累。我们今天呢，来到百货公司，我们要来剪头发。你小时候有没有这个梦想？有，在百货公司剪头发。而且我很想坐那个车车。台中有这种东西吗？好像很少。我小时候就已经有这么发达，就是有那个很帅的车子啊，小朋友就可以坐在那边剪头发。我小时候都超羡慕的。可是我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年纪好像已经很大了，也没有机会啊。也曾经有想象过，就是如果以后有小朋友的话，要带小朋友来百货公司剪头发，感觉超可爱的。我今天就带他来星光楼上有小朋友剪发的店，然后它里面一样是有车子，然后有电视什么的，就是很熟悉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到底小朋友在百货公司剪头发要花多少钱，剪出来的样子呢好不好看？谁要剪头发？你要剪什么造型？你漫威造型。蜘蛛人的发型，你要剪蜘蛛人的发型。嗯，哎呦，好哦，你来试试看，好吧？好啊。可以先选车子哎，你要选哪一台？下来，下来。但是我不想要剪头发耶。你怎么突然后悔了？你现在选车子没关系，都是 BMW 的，好帅哦 ，BMW 的。好吧，以前小时候喜欢 BMW。因为抱的那个坐旁边，这样你们比较方便。你要选红色吗？你应该会选红色吧？很帅哦，很帅，而且你看。他还可以开门。哎呦！我不想要剪头发。啊？不行啊！我现在剪头发的。你怎么突然就用到我的衣服？衣服都是头发。我们会保护你啊，像上次一样啊，你忘记了？可以吗？前面有电视，有卡通可以看你。但是那个都是我不喜欢。那换成你喜欢的、啊，好吧？我等一下拿你的。还有红色 IMA 的车子。哦，很好。弟弟睡着，趁现在。哦，卡通应该就这。你要 BMW 这个，这个你选这个，我要选这个。为什么要逼人家选那个？这看起来很帅。哇，这只只。哇，好酷哦！你要剪栗子头吗？你有没有想要变成谁？坐好啊，我玩具给你。哇，披风好酷哦。我想要男生头。你要指定男生哦。那么我选一个好不好？剪头发的人有玩具耶，你可以选玩具啊、哦。你要哪一个？啊，神奇是超人。超人特工队哦，超人特工队不是什么轻骑超人呢、欸啊？那你要剪吗？不要。哦，他还可以升降。弟弟在偷看影片。这样会用到。有没有开车车？可以转吗？弟弟目前为止很乖哦。已经顺利的剃完一边了。曼达看到会不会很生气、啊？他们新的店里面也有车子了。真的、啊？对，他们搬家了。Hello。嗨。那阿姨流口水是怎样？弟弟，你看。哇。弟弟好搞笑的。弟弟很搞笑吗？弟弟好帅哦，现在就很帅嘞。你在开 BMW 啊？我也要一台。哦，你说我可以坐旁边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台。这边，这边，你赶快玩。司机。这边。哇！司机耶！我们还有洗头发的地方，要几岁才可以洗头发？看它稳定度。哦，有人很小也可以洗的。哦，你要洗头发吗？齐家剪，齐家剪现在特价哦，你要再加我们的护发。这是什么啊？飞机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栗子头。不是栗子头，等一下会平平的。哦，其实它有刘海，蛮好看的。可是它平平的更可爱。哇，黑色车车，我们等一下剪完去坐那一台要不要？他想要坐别台。等一下剪完，他每一台都想要玩一下。底下在打哈欠，还在想睡。其实现在蛮多头发在他脸上的，但好像没什么感觉，他都没有觉得很阿脏。剪敏感是指说脸上没有东西，那有一个人就完全不行，有一个人就会这样。弟弟真的好像没猜，没有感觉，而且刚好睡觉，睡一下下，所以现在状况好像蛮好的。好帅啊！是谁这么帅？好
帅哦，太可爱了吧。这是谁这么可爱？哇，这个青刘海。哇，太 Q 了。阿弟，你要看你自己吗？可爱吗？哇，要变一个感觉了。弟弟快完成了。要点爸爸的那个马戏。但是我本来是想。哦，那你可以跟姐姐。你拍的美吗？你先跟妈妈找好照片。还在打哈欠。选好了吗？还没。这种发型。这种啊。嗯。我看。给我看，给我看，给镜头看一下。要中间那个。中间那个。哎呦，好像很帅哦，但是他可能要做一下造型哦，要做比较久哦。那你要做一下，因为他那个比较特别啊。我要做一个不很久的，那再找一个快一点的。这个好吗？这个好，这个我看。哎，好像是三个字的小套。哎呦，那你剪爸爸这样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跟爸爸的很像。好吧。黑色也是 B N W 哎、欸，黄色是法拉利。你喜欢 B N W？ 黑色可以转。哦，每一台应该都可以转一下下。你看哦，都不能转。哦。每一台都不能转，只有黑色的。你要证明给我看，是不是？那你可以上车咯，车主。有人捡到一半在换车的吗？先生，你怎么可以开那么多车？但这台的高度你好像开得比较好。你到底是在开车还是在剪头发？危险才不会痒，危险才不会痒。会有头发，那我帮你用，我帮你用，这样子。他要抓法拉吗？要抓法拉吗？我们要抓法拉吗？好，好酷哦，还可以抓法拉。下次可以带你来做造型，新发型，好帅哦。痒痒啊，来往上面看。你会看上面吗？你听得懂吗？然后刚才太友稍微动一下，他们都会把玩具拿出来，就有蛮多方法的。因为他们平常应该都在捡小朋友，所以带小朋友来专门捡还是有很多好处。捡完了，我看，你帅吗？帅。你要换车？哇，弟弟你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位。他们的价位一般普通剪再多个一两百块。看你多普通剪，因为一般你小朋友剪，搞不好一百块就有了。然后如果你去理发店再好一点的话，大概三百块，更好一点也有五百块。有指定就会是四百五。所以如果你跟一般理发店来讲，它看起来好像没有贵特别多。它剪头发是六百，然后洗加剪是六百八。他说六百八要小朋友比较稳定。对，因为他不是每个小朋友都会帮忙洗。然后再来是洗发是三百，啊还可以烫头发哎。对啊，要比较大的小朋友，再大一点其实对车子也会蛮有 feel 的。其实会做的比较好，因为烫头发跟这种东西他们是需要长时间的。现在他们我觉得年纪还是太小，应该是做不住。其实蛮多服务的，还有离子烫，还有护发。还有刻图造型哦，我刚刚找那个刻蜘蛛人的那个、他不要，一百块而已。对呀、啊，一百块他不要，很专业。对呀、啊，不然妈妈本来是蛮想帮他刻的。弟弟剪好了，有没有帅帅？弟弟有没有帅帅？自己说有。妈妈也觉得你有帅帅，快很准，利落。因为可能他们每天都在剪小朋友，知道小朋友就是耐心有限，对，所以很有经验。所以刚好剪完，然后刚好小朋友也没耐心，有经验还是有差，我觉得。虽然比较贵一点，可是这边的环境，应该百货公司，然后也有车，我觉得刚第一次这样实验完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很好啊，我也觉得很好，他真的是有史以来剪头发最好的一次。今天状况就很好，可能跟环境、车子、电视啊什么的，对啊，就被吸引住。设计师也比较知道怎么跟小朋友，就当他稍微动一下，就会拿玩具出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现在大魔王来了，哥哥不愿意剪。对，有一个人还在楼，他哥哥啦，继续玩啊。这边应该就是妈妈之前给人家剪一个 key 感的地方。因为现在长长的，很明显的一个那个，因为它有壮。对、啊。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肉肉？的肉肉有吗？哦，好像有一点点呢。看来要再多吃一点点菜菜跟肉肉了，这样才会跟这个超人爸爸一样壮，有没有？嘿。这个爸爸就是因为有吃菜有吃肉才会这么壮哦。等一下应该拿吸尘器直接吸下身体。对啊。好痛。应该是很痒吧？很痒吧？很刺吧？加油！加油！哇，你这边已经很帅嘞。对呀、啊。
会帮你把头发弄掉，帮你量个尺寸。只是比较大声而已。加油！好痛！那这边你头头低低一下下，快好了，剩下面这里的。那你先开车，你开车，加油，你快成功了。这个很毛毛啊，我帮你把头发弄掉。我吃吧。对呀，听见你不穿。对呀，你下次要围那个哦，才不会那么刺。跟你想的一样吗？这跟你想的一样。怎么样？看你变蜘蛛人了，对吧？你只是敷衍我吧？你只是想要赶快结束了。阿姨帮你吹吹头发，把头发吹掉。吹掉。这等下可能要用。可能需要吸尘器哦。吸尘器可能吸不太起来，可能用胶带，用胶带。我觉得吸尘器不好哟。你还敢说？哥哥，我看你的造型。哎呦。这边也有，哎、欸，哇，像你这个胶带可能要一整捆，可能要很多毛这么多。对，干嘛啦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啦？你要不要下来贴一贴？哇，你身上好多头发。你下来好了，下来，睫毛更像了。我看一下你们的新造型。我们刚刚结账了，总共1200元，一个人的话600块，好像还可以体验一下。对，那两个人感觉哇有点痛，有点痛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环境，我还是会想要带他们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是不错的、嗯，其实是不错的，在这边剪感觉比较无痛剪，感觉他们比较专业剪小朋友。你说要剪到好到哪里去，我觉得也还好。可是真的是快很准。好，我们第一次带小朋友体验 ，OK 的 OK 的。下次去其他百货公司，看看每个百货公司都拍一件。可以再去百元剪发，百元剪发也是快很准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谢谢你来到这里，手牵手和我一起，做什么事都可以，我们永远不分离。是困难的问题，还是简单的游戏？只要是你喜欢的，为了你我都愿意。喜欢你，此生永远不转移。